小顺子，奴才在。我叫你给我找男人，你怎么到今天一个也没找到呢？陛下，这不能怪我呀。如今这社会，男人找女人容易，女人找男人比登天还难呢。你快去找去。臣小宝求见。快快快，小宝啊，想死我了。陛下请看。救我，说怎么回事。禀陛下，今天是小的路过小顺子府上发现的，我进去了以后才知道，原来小顺子藏了72个男人在搞基。小顺子，奴才在。好你个小顺子，原来你也喜欢男人，你。